聊，面对顾客有一套。两位今天有什么需求吗？那刚讲的都很恐怖，还是不要辣好。不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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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不辣来。放这种东西出声干嘛啦？我跟你讲，多好 Q。哎呦，味道怎么样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你没有去的哦。来进这个。嗨嗨嗨，没有了。高材生学员驾到，班长自暴自弃，大叹不如。大家请当当场吃糖果。难得有新同学哦，一次就过关。对，真的厉害。我来一下。首先登场的是卢哥桥世界野菊花麻辣锅。北王只有我卢哥桥，我什么事情都能瞧，遇到困难只要你大声叫，我就会过来帮你敲一敲，敲一敲，敲一个敲又敲。嘿，大家好，人家讲天桥路桥奈何桥，大桥小桥卢哥桥，这满族满行拢我来敲，今天你来敲这野菊花麻辣火锅店。好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几间你看看没？商业午餐火锅套餐自由选360，汤底4选2，肉品3选1，加菜5选1，精致火锅菜盘。这两个刷多12分，这段爱演12分。来，这边我来看没？来哦，来 ，Temple。蒙古麻辣锅、蒙古养生锅、招牌麻辣锅、干贝海鲜锅、日式烧洗锅、日式味噌汤、南洋咖喱锅，一次有两个，还是包菜，鲜味相符。rap， 后来卡在我冰箱时啊，有在另外一班内底有训练，迄个几口哩，无其他哩，我无在调来滴啊，上班，安尼大家听有啦吼。好，拖动啊。今日先讲哦，天气热热，天气寒寒，大家要来吃吃一个烧，一定妥当，生意真好。嘿，人客也在。走错了，对，怪怪的。你日本料理店吗？热河店啊。不，因为我们家有来滴有日式寿喜锅。哦。寿喜你知影不？嗯。就是讲你直接汤啊来滴，我阿是木梳出来，阿给你寿喜哇。我那，不是你今日到等来。不啦，这边请坐。来，两位这边坐。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汤底呢？嘿，我的汤底有五十种了，看什么？什么？麻辣呀！麻辣，很辣！麻辣锅我跟你讲哦，麻辣有分成很多种哦。你要开始分了没？因为很辣，很辣，我讲会很慢嘛。哎，烧辣，嚯，我讲你哦，必须嘴要烧烧辣。哦，烧辣。嘿，另外一种辣就是一根蜡烛两头烧。哦，这款呢？有哦，你吃了你辛苦跟他蜡烛啊，两头烧啊。哦。幽默。所以人家叫野菊花麻辣火锅啊。两位今天有什么需求吗？那刚刚讲的都很恐怖。对，我们不要，还是不要辣好。不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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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确定是不辣？不辣。OK， 马上来。嗨。不辣还是不辣？来。太恐怖。不辣。来不辣来不辣。然后在干嘛？那个客家，待会那个服务生经过，他就不会给你辣了，就不辣不辣，他就是不辣，这是暗号，暗号。你们这边有其他服务生哦？有啊，在哪里？你等一下，就3个小时后就来换班。那不就剩你吗？你看你放的东西，桌上干嘛啦？哎，不是，人家讲物件，你看起怪怪。那要到底要辣还是不辣？不辣，对，都已经讲过不辣了。不辣了，哎，你卖铁锅的。算了，你们这边有什么好吃的？你推荐一下好了。阿林兄，嘿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的鸭血一流。鸭血好吃哦。鸭血好，对不对？鸭血 OK 哦。好。我跟你讲哦，最近哦，盛嚣尘上啊，很多东西啊，这个食品安全都没有顾得很好。我跟你讲，来，鸭血，有人。鸭血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龟甲的吗？不。黑龙是用铁去冰，会产生其他的这个化学变化，可能会对人体有害。我们就多抬，后边多呢，来 get 了，好，没跟着规定。3个小时后它自动结块。哦，没有。哎，
这个也不要，不要不要不要。有没有还有什么好吃的推荐一下的啦？很多啦，不要像这种的，要等三个小时的呢。什么肉？那你什么肉？有什么肉？猪肉。猪肉我跟你讲，松板猪是我们这里最厉害的。松板猪，好。松板猪，我跟你讲，松板猪哦，一只猪哦，还有说贵筋吧，在肩膀后面这边，贵筋吼。哦一两条小条，它是那个油花你吃了一口之后，就好像你散步在北海道那个札幌札幌的海边，然后那个血浆在身上，一边雪花一边猪肉。哦，今天讲完你们都饿死了，真的。可不可以快？有，马上来。猪肉，松板猪，马上来。松板猪好，松板猪好。有看到不？有看。哇，半筋半肉的，哇！这可能我跟你讲，哦，怎么样？我没有，我来，这只能十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吼！啊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多好 Q， 那个软嫩哦。恰到好处，那个油花在舌头上面弹掉，没消，然后整个那个肉味就好像漫步在大草原一样，这样子狂奔，太好吃了，一点都不柴哦。就是你刚讲的是一种感觉而已，那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很好啊。味道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你们要吃的哦。对啊。是我刚刚已经忘记那个味道，我是又把它回忆起来。来，我再示范一次给你们看。我来用，看到十秒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这时候看一下，嘿，那个汤汁不用把它滴得太干净。刚好四中蛇整个浓郁，那个整个味道汤头进入在里面呢，就好像漫步在云端，直奔妈妈的怀抱，吸吮那春天第一道的乳汁，以前很好吃哦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所以那咱们有几度多？怎么几度？那如果15秒？15秒就踩掉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没有讲你不知道。15秒的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你看，裁掉，规拢定义，你不爱幸福。哦。顶呱呱，还没加呀？15秒跟10秒的差着，差就这样。所以这双板猪一定要10秒，一定要10秒。而且他刚弄的看很好吃，真的真的。两位觉得怎么样？还是我们就点这个？好啊，那就双板猪啊，双板猪来一份这个。嗨嗨嗨，没有了。班长出事不利，班主任惨遭牵连。我还有啊，你还有，你自己来三个，我给你当班主任。吃是什么吃？卤肉饭，你是吃啊？卤汁讲过了，卤肉饭有讲过吗？卤汁有卤汁吗？有。来，先来一个，我不要。没有耶。吃是什么吃？